见公主，胤娘娘。要不是今日荣亲王百日祭祀，也难得跟公主见上一面。公主近日可好？甚好，谢胤娘娘关心。听说上回令娘娘想要带走您的七公主。 结果被您和蒙古嫔妃们一闹，反倒连你们的请安都免了，令娘娘闹了个好大的没脸。这样的人，只会在皇上面前狐媚讨好，对上冒犯太后，对下又不能教养好儿女，让咱们六宫怎能静养？这前两件我倒是知道，这不能教导好儿女，又是如何呢？ 一心只想往皇后位子上爬的人，会怎样教育儿女呢？公主若是不信，她可以自己派人去看看。娘娘，时候差不多，咱们该动身了。你去拿药。是。 永琪，你一定要保佑咱们一切顺遂，明你冤屈，还你皇额娘清白。 永琪是个好孩子。当年永琪在慈宁宫，总是陪着哀家抄佛经。上回见你还是在杭州行宫，短发一别。
都这么久了，如今见你竟然是在这里，还真是叫哀家感慨啊。你们乌拉那拉氏姑侄二人都做了皇后，可最后都被禁足在宫中，与夫君离心。看来乌拉那拉氏的女儿不适合做皇后。当年皇帝一定要选你做嫡福晋的时候，哀家就曾经跟他说过，你跟他性子不合，反增苦恼。皇额娘有先见之明。就算哀家有先见之明，而如今真看不懂你这独心二字是什么意思。当年姑母临终的时候感慨，在这宫里行事不为独身，只为独心，儿臣不明白，更不曾做到，所以落得和姑母一般的绝境，还眼睁睁地看着永琪横尸在儿臣眼前。哀家知道永琪走了，你心里自然不好受。皇额娘，儿臣是个无用之人，为皇后的时候就保不住景嗣和永璟，如今永琪走了，只剩下永基，可是儿臣又被禁足在翊坤宫，册宝也被拿走了，实在不知道如何保护自己的儿子，还请皇额娘能够成全，保住永基，保住爱新觉罗氏和乌拉那拉氏唯一的一丝血脉。住，你这话什么意思？春晨，回去收拾。